很多粉丝啊都在问我养鹿挣不挣钱啊，散养十头鹿一年到底能挣多少钱。今天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，一头公鹿一年可产4到6斤绒，按市场最低价格来算呢，毛利润可达到20万以上，除去场地费2万，然后除去饲料和医疗2万，20万减4万就是16万。想致富咱就先养鹿啊，想发财你就找我来。